你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你啊。我的儿子昨天死了。为了这条幼小的生命，我和死神搏斗了三天三夜，在他身边足足坐了40个小时。此刻，他那双聪明的黑眼睛刚刚合上了。 他的双手也合拢来，搁在他的白衬衣上面。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你一个人，而你一无所知。你从来也没有认识我，而我要和你谈谈，第一次把一切都告诉你。我要让你知道，我整个的一生，一直是属于你的，而你对我的一生。 一无所知。要是我还活着，我会把这封信撕掉，继续保持沉默，就像我过去一直的沉默一样。可是如果你拿到这封信，你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已死的女人在这里向你诉说她的身世。看到我这些话，你不要害怕。 一个死者别无祈求，他既不要求别人的爱，也不要求同情和慰藉，只对你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请你相信我所告诉你的一切，请你相信我所说的一切。这是我对你唯一的请求。一个人在自己独自死去的时刻，是不会说话。
想不起那个寒酸的小学教员的寡妇和她那尚未成年的瘦小的女儿。我和你住在同一个四合院里，在你搬进来之前，住在你那个屋子里的人每天吵架，对邻居是恶言相对。终于有一天，这家人出了事儿。那个男人是个飞贼，专偷大宅门，被侦缉队访着了，下了大火。巡警来人抄了他们家。封条在北屋的门上贴了三天，后来又给揭了下来。房东太太跟妈妈说，一位作家，同时也是在报馆里做事的单身文雅的先生租了北屋。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啊，没事，刮成这样了。哦，那再对点。太太你好，不好意思跟您添麻烦了，请多担待。没关系。小姐你好，给太太让道。哎，好嘞。您看这回瞧怎么样？哎，这就差不多了。这家可算是搬走了，搬走了好啊，这成天不是哭就是打，哎呦，闹心。那，你有太多的书了，我想，我自己只有十几本书，都是普通纸做的封面，很便宜，但我爱若珍宝。而这个人有这么多漂亮的书，还有这么多外国书，这个人应该长成什么样子呢？我猜，你是一个戴眼镜的老先生，蓄着长长的胡子，严肃、和善、风趣，就像我的地理老师一样。不同的是，
你一定更和善，更温柔。第二天，你搬进来住了，但我没能见到你，只是听到从你屋子里传来的音乐声和笑声。一连三天，都只是听到你屋子里的音乐声和笑声，很多人的笑声。你好像只是一种声音，音乐一样温柔，笑声一样快乐。看到你了，哎，别吵了，别吵了。你和我孩子气的想象中的老爷爷的形象毫不沾边儿，我真的吓了一跳。你穿不穿？你穿不穿？你，咱家是穷人家，咱讲究不起。你让我给你磕个头啊，啊，小祖宗！早啊，小姐。早。Sorry。从那一秒钟起，我就爱上了。我知道女人们经常像你这个骄纵坏了的人说这句话，可是请你相信，没有一个女人像我这样死心塌地地爱过你。过去是这样，这么多年过去了，仍然是这样。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得上一个孩子暗中怀有的不为人察觉的爱情。因为这种爱情不抱希望，低声下气，曲意奉迎，热情奔放。这和成年女人那种欲火炽烈，不知不觉中贪求无厌的爱情完全不同。只有孤独的孩子，才能把全部的热情聚集起来。我毫无阅历，毫无准备，我一头栽进我的命运，就像跌进一个深渊。从那一秒钟起，我的心里只有一个人，不是你。谢谢你，小姐。
行了，别写了，在家都闷了一天了，啊，出去玩玩。去，给北屋的送去。哎，你听见没有啊？这孩子这么懂事儿，大过年接着接方的，我这可端着呢。你去还是不去？你要去，您自个儿去。你这孩子越来越不省心了啊！指望不上你，我自己去。知道您为什么？我为什么？八戒。大过年的，我不和你置气，我就巴结了。帮您吧。哟，谢谢您了，小姐，谢谢。请进，小姐。哥这，哥这，哥这，来，我来，我来，我来。哎，小姐，你请坐。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你的房间，里面的一切都那么昏暗、懒散、舒适，像一个暧昧的邀请。我闻到你的味道，烟的味道，感到一股使人昏沉的幸福。那匆匆几分钟是我童年时代最幸福的时刻。
我要把这个时刻告诉你，是为了让你，你这个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人，终于感到有一个生命依恋着你，并且为你而憔悴。我要把这个最幸福的时刻告诉你，同时也要把那个最可怕的时刻也告诉你。可惜这二者之间爱得如此之近。你说这事儿成吗？怎么不成啊？我说太成了。你看这人，他前头又没孩子，又没嗜好，人又老实，挣的那点钱呀，都在老家买地买大房啊。在乡下呀，就算是个财主，不算辱没你。这年头您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人呢？妈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妈还图什么呀？我什么都不想了。那咱们还住这儿吗？哟，瞧这傻丫头说的，您还住这受罪干什么呀？您呐就去山东当小姐享福去了，赶明儿将来啊再找个好人家，好好孝顺你妈，也不枉你妈要强一辈子了。哎，你怎么了？我就知道这孩子他准给我出幺蛾子，跟他那死鬼爸一样，他就欠不得我好。不难受，不难受，这孩子也真是，他这么大了怎么不懂事儿啊？你哭，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他本事不大，他脾气还不小。最后一夜了，明天我们就要坐火车到山东去。那个夜里我忽然感到，不在你的身边，我生命的时钟就要停止。
亮。我的儿子昨天死了，如果现在我果真还要继续活下去的话，我又要孤零零的一个人。世间上再没有比置身于人群之中却又孤独生活更可怕的。我当时在从山东的漫无止境的六年里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我一心想着你，在心灵深处始终和你单独待在一起，一坐一整天。回想每一次见到你，每一次等你的情景，那只有一年，却像我的整个童年。每一分钟我都记得，就像昨天才刚发生。我把你写的文章和书都买来，为了能看到你的名字，只要能看到你的名字，那一天就是我的节日。这六年，我一刻也不曾和你分离。这六年，我一心一意只想一件事，就是回到北平，回到你身边。终于，那一年，我考上了北平的女子师范。
往前看，往前看，往前看，好，注意小孩啊！好，老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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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好停，行吗？ 倒是有不少精神去关心国事啊！天下兴亡嘛。再说，同学都去。哦。嗯。
家就在前面不远，你要不要去坐一会儿？你要是方便的话。方便，我都方便。见过你，是吗？你不觉得吗？不觉得。走那么快干嘛？你要跑到另外一条胡同去了。Thank you.
你不会明白的。在这一刻，在你家里，过去的岁月犹如一股洪流，劈头盖脸向我冲了下来。我的童年，我的梦想，我的整个一生都在这里。这是我千百次望眼欲穿盼着的一扇门。现在我迈进来了，被你搂在怀里。这就是我的梦，一个终于变成真实，醒了也不会消失的梦。我得走了，再不走该迟到去宛平不可吗？非去不可呀！几天就回来。听说那边局势很坏。啊，何止是坏，瘟疫，华北瘟疫，北平瘟疫。你没看见中央的要员们都已经撤光了吗？日本军呢？又在步步紧逼。我会一直在学校的。我一回来就去找你。
几天后，你回来了，但再也没有找过我。那两个月里，我天天看着你在院子门口进出。那个时候，我忽然发现，我对你的心灵来说，无论是相隔无数的山川峡谷，还是在我们的目光只有一线之隔，其实都是同样的遥远。不久，我发现有了你的孩子，我决定搬走。你叫我怎么告诉你呢？你是永远也不会相信，一个少女，她曾经也将一直对你这么一个并不忠实的人坚贞不渝的。你也永远不会坦然无依地承认这孩子是你的亲生之子。你也许还会觉得我另有企图，你会对我疑心，在你我之间会存在一片阴影，一片淡淡的怀疑的阴影。而我是有自尊心的，我要你一辈子想到我的时候心里没有忧愁。我宁可独自承担一切后果，也不愿意变成你的一个累赘。我希望你想起我来总是怀着爱情，怀着感念。在这点上，我愿意在你结交的所有女人当中成为独一无二的一个。可是当然了，你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你已经把我忘得一干二净。我回到山东，在一个同学家住下，想在那儿生下孩子。后来发生的变故你也知道，战争爆发了，日本人打来了，我怀着身孕逃往内地，直到再也走不动了。所有的亲人朋友都失散，我在四川江边的一个小镇生下了孩子。我不能把你留住，可是现在我可以把你永远交给我了。我可以在我的血管里感觉到你在生长，你的生命在生长，我们的生命连在一起了。正因为如此，我感到如此幸福。你再也不能从我身边溜走了。惯坏了，走吧，下来走。生意好看吗？还行。去吃饭去吧。好。看你的嘴。先生，上口饭吃了。先生，上口饭吃了。先生，上口饭吃了。先生，没有了，走开吧，走开。太好了。
妈妈，我能给他们我的零花钱吗？给不过来的，儿子。在这个世界上，穷人都是遭践踏、受凌辱的，总是牺牲品。我不愿意，更不愿意让我的孩子，我那聪明可爱的孩子，在陋巷的垃圾堆里，在肮脏的空气中长大成人。不能让他稚嫩的嘴唇说那些粗俗的言语，不能让他白净的身体穿着破旧的衣裳。你的孩子应该拥有一切，拥有和你相等的生活。所以我和别人在一起了，跟那些可以为我提供这样生活的人，不管是年轻的还是老的。兴趣可以到上海。哎呀呀，好久没有见了，哎呦，赵先生，好久没见，好久没见，来看展览。一样一样一样。哎呦，徐先生，你好，你好，你好，多日不见，来来来，介绍介绍介绍，这位是曲小姐，幸会。江小姐，哦，幸会。张小姐，幸会。陈先生，您就老熟人了。时隔八年，我们又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圈子里。我常去的地方也是你常去的地方，我常遇见你，我们甚至有共同的朋友，而你又一次忘记了我，可怕的陌生。你总是认不出我是谁，而我也已经习惯了。经过了这些年的战乱，国破家亡，我对你的那份感情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连我自己也羞于提起。我只做一件事，就是在每年你的生日给你送去一束白玫瑰，和我们第一次在一起的时候你送给我的那只一样。以纪念那已经忘却的时刻。挺好的，今天上学学什么东西了？学数，学算数嘛。哎呀，你看看你去哪儿疯了，脸怎么那么脏啊？啊！哎，开饭了。好，好，好，走吃饭吧。啊，好。都是鸡蛋。吃。可是今天我埋怨自己，我应该让你见孩子。因为你要是见了他，
你一定会爱他的。他是多么的开朗可爱，他又是那样的漂亮娇嫩。不行啊，不行，一会儿接着打啊。那你出多少汗？喝水吗？喝。哎，去玩吧。玩去吧。走走走。该想想将来了。我不想，也想不了那么远。我就活在现在。小心点，别摔了。可是年纪也不轻了。那怎么了？没什么，我只是觉得算了，不说了。没事，那他怎么那样？哼，男人嘛，都觉得我这样的爱上你了，很了不起。不用理他。
哎，你怎么也来了？我不是天天都在这儿吗？哎，我昨天在这儿，我怎么没看见你啊？我还没看见你呢。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哦，这位是徐爱游徐先生，久仰久仰。这位是黄女士，听说了，听说了。哎，这位是江小姐，嗯。哎，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嗯，很好吃，嗯，很好吃。啊，我读过你写的东西。哦，是吗？写的不错。那哪里哪里，那都是过去写的喽。听说你还在写小说，非常抱歉，我还没有读过。哎呀，你也知道这个年代读小说实在有点太奢侈。不必抱歉，我现在已经不写了。因为人的生活都比小说里的人物精彩。对，你说的太对。喝酒吧，来。黄队长，我可以请江小姐跳个舞吗？江小姐，小姐不喝杯？一会儿再喝。来来来来，咱们跳一支。哎。怎么，你不跳舞吗？我不爱跳，只是装着喜欢而已。那你来干嘛？无聊，待着也是待着，这儿的时间过得快。你不是作家吗？作家不都是啊？不敢当，我是实在无聊了才写作。怎么，你们俩？王队长，来来来来，喝酒喝酒。OK。要不要喝水啊？不不，喝酒喝酒。舞跳得好。你在跳？嗯，去吧。你们先聊。小芳，怎么认识的？认识我很容易，谁都可以。那我们也算认识了？当然，非常荣幸。那是我的荣幸。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小姐？你想见什么时候都可以。现在行吗？行，走吧。朋友算什么？自尊算什么？
下一次我还会这样。你的声音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让我无法抗拒。经过十几年的变迁，依然没变。只要你叫我，我就是在坟墓里也会涌出一股力量，站起来，跟着你走。国共又起摩擦，军调部紧急调查，哼，时局很坏嘛。老蒋调兵遣将，共军寸土不让。双十协定马上就要成为一纸空文喽。我得去趟张家口，大概一两个礼拜。太遗憾了。指什么？国家，还是咱们？所有。我爱的那个人，也老是出门到外地去。军人嘛，自然会是这样的了。不是那个空军。走了的人都会回来，早晚。是，会回来。可是，一回来就什么都忘了。你觉不觉得，刚才这些好像是发生过的？什么？好像也是吃早饭。也是你和我，也是在说打仗，在说走啊、离开啊什么的，你不觉得奇怪吗？我知道有人试图用科学的办法解释这种现象，但是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种缘分。你我在前世肯定是有一段姻缘。你怎么了？
该走了。等等，我一回来就去找你。能送我一枝花吗？当然，只是有点谢了。我给你别上。是不是一个女人送的花？哦，不知道，也许是吧。每年的这个时候，总是有人托花店给我送来，可是从来没留下过名字。我走了。好。早啊，小姐。我的儿子昨天死了，我们的孩子。现在我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人可以爱，只除了你。可是你是我的什么人啊？
你从来也没有认出我是谁。你从我身边走过，你总是走啊走啊，不断向前走。曾经有一度，我以为可以把你抓住了，在孩子身上抓住了你。他一天天长大，他的眉宇之间，他安静时的神态，像极了你。可一夜之间，他就残忍地撇下我走，一去，永不复回。我又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孤单。你现在也许知道了，不，你也许只是隐隐感到我是多么的爱你。可是谁，谁还会在每年你的生日老送你白玫瑰呢？花瓶将要空空地供在那里，一年一度地在你四周吹拂着微弱的气息，而我轻微的呼吸也将就此消散。我写不下去了，亲爱的。